忘读了，我太难了。乱读，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嗯。乱睡，生活不易，神神叹气。哎，这个好大一口气啊，可能跟腾高老师受到了一些影响。乱疯，要你管。这个不存在表情，就是一个状态。乱发布，不可思议的哈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就这个是吗？你看他们奇怪的要求，我这么有礼貌，怎么会怼人家？你最好重新给我念清楚，重新来，三二一。我们的活动叫什么名字？有那个之字吗？没有之啊。哦，那你刚才念了一遍是有之的哦。我这么有礼貌，怎么会怼人家？他只是念错了我们节目的名字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刘浩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超级喜欢你。真的不是贬义，你们不要看我在笑，我是真的有被那种有力的东西有抨击到，突然就蹦出三个字，我不配。目标都是达不到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目标努努力还是可以达成的。我才出道6年，不要这样回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求生欲最强的一位艺人，不不不，不是最强。永远停留在这里。是哇，真的是我刷抖音。就当看不见吧，就这样吧。棒棒棒棒棒棒棒。